污染是由邓孝慈和林金一等人所主演的甜宠短剧，剧情讲述了古灵精怪的朝露和气场强大的穆婷之间的爱情故事。女主朝露个性开朗活泼，身上有着清纯朝露般的蓬勃气息，对待感情爱憎分明，不拖泥带水。男主穆婷美强惨的代表，容貌俊美，气场强大，内心柔软善良，处理感情问题时简单霸道，不喜欢说话，属于默默付出的类型，被朝露身上的魅力所吸引。女主朝露跨越300年想拯救师门，不曾想遇到病娇魔尊穆婷，两人相爱相杀的故事就此上演。该剧已经开播，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